有人把这个命和运呢，命比作一部车，运是路。有人一生下来啊，奔驰宝马什么兰博基尼什么什么都出来、啊、有人三轮车拖拉机两个轮一个轮没有轮是一路，怎么办？还是要走路，还是要走。所以说这个路怎么走，那就看你还能走多远，看你也要看造化，不是你你都能决定。有人说路不好我修啊，你能修多少路？你就是干修路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这些话都是、你对一个消沉的人可以说一些这种话，太偏左太激进了。你能改变多少？那有的人就老是走老路，踏踏实实的，老是这个路不通，还是要走死路一条，那就偏右了。有人说我就这个老路，但是我愚公移山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我还要撞出去，有没有成功呢？有。问题是失败的太多了，你能确保那个就是你？但是理论上，理论上地球转一圈还能走回来，你从哪条路走我都能走通。条条道路通罗马，路有很多，干嘛要那么走？理论上能走通，那你有理论那么高，你能试试就你所作所为，那全部能上升到理论，上升到书籍经典流传千万年了。那是特别的人，特别的事，特别不是所有。风水现在发现这个科学发现这是环境学对人身心影响到心理学，由这个过去叫堪舆，这是地理，是有一些数量标准量化，有一些这个科学道理的，有很多很多学。环境学啊，数学物理啊，就是化学啊，最终到落实到这个人有机体有机生物学，磁场能量，承认这个风水到底怎么理解。最后西方就下了一个定义，就是叫这个英文怎么写啊，风水一个字都不能改。易经当初叫 The Book of the Change 一本变化的经，后来就怎么感觉就不到位呢，解释不好，那就叫易经，改不了了。中国这个学问你开玩笑，你随便能老祖宗总结出来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而这些前面三个大都是外听，你说你就是干风水，你是最高看天象吗？你会吗？